樟客慢慢吼，差不多伫这个西丽人伦背底消失，所以在阮的任内，阮是有迄个义务，一定爱来彰显咱这个嘉义的这个文化。因为这个疫情结束了，所以呢，今年我们一样回到我们伦背的图书馆前面的广场，在9月23号会有一个盛大的一个开幕式的一个典礼活动，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今年还有一个特点，我们以我们的招安客的三宝当中的这个开口诗，所以呢，当天晚上的活动会以这个就是客家诗的汇演。一起从我们就是国小、国中，还有我们的协会一起来加上武术一起来表演。那这一次呢，也特别重现市这边这个萧主委也跟我们在地的社区社团，大家一起共同制作了这个3米高的这个开口式的一个吉祥物。我在这里特别邀约我们所有的乡亲呐，能够利用9月23号到10月13号来到我们云林县来我们的西罗二轮轮背这当中就有我们客家文化。那客家文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布袋戏，还有我们的开口诗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武术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不只是从我们幼儿园、小学，还有中学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社团、国术馆一连串能够学习武术、学习开口诗。那最重要呢，我们希望不只是能够把我们客家文化能够向下扎根，甚至也能够传承延续的